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椒盐带鱼。切出三块三角形， AB 块割除顶端，来点葱花，500毫升水，三克生姜粉，三克白胡椒粉，5克食盐，浸泡带鱼块1个小时。40克红薯淀粉，4克椒盐粉，去除血水后的带鱼，吸干水分，裹淀粉，开大火，2厘米深度的食用油，竹筷周边起泡时油温好了，抖出多余的淀粉，30秒后改中火，双面金黄时出炸完成。Cold， 完全冷却后进行复炸，开中火。大约三分钟后起锅，吸干表面油脂，组装圣诞树，来点香芹叶子，松露玫瑰番茄，用甜瓜或哈密瓜割出一个五角星，又香又脆，好香呀！朋友们，再见。